早上呢，我一定会用个早午餐，培根是必备的。每一次呢煎培根的时候，都会有一种疗愈感，而且我特别喜欢把培根煎得焦脆焦脆的，这种感觉非常的疗愈哦。这一次我购买了富力生厚片烤面包机，这一台我真的觉得很好用，不管是薄片的还是厚片吐司，还有贝果都可以一起做入烘烤哦。上面呢还有附上专业的烘烤架，也可以放小餐包在上面做加热哦。做三明治呢，一定要有颗蛋，而且蛋我一定要煎到边缘都是焦脆焦脆的，口感最佳。啊，这一次呢，我就是想要做个厚片吐司。功能版面做得非常精致、简单、好操作。时间到了，面包就会自动弹跳起来喽。让你们看看面包烤的感觉，如果不够的话没关系，再继续压下去，重新再烤一遍。烤出来的颜色呢就越来越深，可以依自己的口感做选择哦。面包屑呢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底部有抽屉式集成哦。早餐就这么简单的完成啦，很方便吧。不要忘记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可以接到最新通知哦。